学，大家好，我是2006班吴亦凡，我的作品名称是《环保爱地球》。我们都知道地球只有一个，地球上的资源有限，尤其是我们所在的台湾，各种资源严重缺乏，我们都要依赖从国外进口，珍惜各种得来不易的资源，更要做好减碳和资源回收的工作，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做好节约能源，不浪费各种资源，爱地球从我们做起，从小养成良好的习惯，随手关水、关灯、拔插头，节能减碳好环保。我的说明结束，谢谢大家。